请讲师慈悲，坤道举躬，乾道举躬，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
赶快去盆栽，赶快去啊，搁种下土。阿姨的嘛，听话哦，大家拢叫妈妈交代。啊水，然后嘞，晒太阳。那经过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赶快拢无发出来。一冬已经到啊，所以这时阵嘞，阿姨摕着伊的盆栽，哎，感觉足艰苦的。有啥拢无发，我这里来照顾，哎，拢无发嘞，所以嘞。有时候时间已经到啊，伊嘛是共款哦，爱攀着盆栽去甲个王见面。那中间呢，所有小朋友啊，手拢攀着家己个用心照顾个盆栽，吼、哦、有诶安尼发得足红、足青、水、足毛心。结果咧，阿丽姐看，啊，大家咱遮尔啊水，啊，我个咱拢无发，所以咧，阿丽咧，拉行脚步，拉慢，因为感觉做伊呾沮丧诶。那伊就照着路的规定啊，伫广场的四周围开始排队。啊，这时阵嘞，国王啊，就为皇宫行出来了，开始就出巡，卫兵啊开始一个巡过。但是嘞，看得出国王伊满面是非常的忧伤，哪看啊，啊哪摇头。那这时阵嘞，国王就慢慢啊行，结果啊。走到阿里的身边的时阵嘞，伊发现阿里迄个盆栽完全拢是无物件，所以当下嘞，国王的伊的笑容就出来，然后伊就为着阿里的加加同他话讲：阿里，你就是我未来的王子。所以当下所有小朋友拢感觉就惊叹嘞，哎，那有可能啦？阿里伊的盆栽是完全拢无物件。啊，阮个嘞，拢开啊遮尔啊茂盛，为虾米王子是伊？所以即时阵嘞，国王啊，伊就宣布着一项事实，伊讲嘞，当伊参详即项国家大事时阵嘞，伊甲着遮个宰相啊，官员已经先参详了啊。咱今仔日叫个即个王子，必须要是一个足诚实、足踏实个囡仔，伊让咱国家较有前途、较有希望。所以嘞，伊伫啊！未分政治进程的进程间的，派着所有宫女啊、所有长工啊、所有奴婢，全部甲起大堆的政治，拢用烧水送过。各位亲戚，政治用烧水送过，阁会发袂？对，是完全袂发的。所以为遮可见啊，要甲人讲安怎？其实这甲咱小办道嘛是同款哦。上天呢，伊无爱金，无爱银。只要咱遮多练一点心，好，安尼科学，咱就进入着咱的前沿吼。因为科学伫咧找即个奖励资料时阵啊，发现讲吼，若是用咱师尊老大的课本吼，迄种感觉特别特别贴切。人讲啥，师徒如辅助，你看老师所写课本，更加像咱家己的爸爸同款。亲切的叮咛，阿姨甲咱讲，阿妈希望咱在多年啊，爱按部就班，好好来修班。好，阿姨遮个，咱着依着咱这个老师的主管吼，甲各位提前做一个共同研休息诶研习。好，遮咱师尊来讲，讲多年啊，伫遮哩紧急、遮哩动乱的时势当中，多年恁爱每一个。定下心来，真正的静下来，心下来，先有你自己，先有人，先有物，先有你家己的本分，面对家己的心，先为中，然后诶，才会当心有光。好，各位亲戚，咱看到师尊老大人这段课文，甲伫内底甲咱讲啊，这时势。恐怖，那咱今就做一个分享。各位亲戚，咱个会记得咱顶一段时间啊，有黑犀牛、塑化剂、地沟油，这是咱食的方面，咱个会记得对无？生理人呢，只要有健康好谈，伊不管所有的人身体会愈歹，或是任何问题，所以讲食方面吼，有这个代志。搁再来嘞。大方面嘞，你看哦，伫大个当中啊，
主教拄着小可的风台，小可土石流就倒落啊。甚至嘞，咱已经伫个小可头嘛，看到另外玻璃梦，玻璃梦还当起厝呢。啊，好像一摆伫个看新闻报道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记者啊，伊伫危险的所在，伊是大陆遐拍摄的，拍摄影片，伊伫远的所在来照一栋大楼，结果啊，咱看到真正。古色古香，去遐非常的水。那这个记者嘞，伊就讲好，安尼伊进附近来用一个手势，予遮个迄个电视遮个观众看。结果啊，记者就靠近着这栋大厦，吼，这然后厝下边啊，因为咱微远看去，迄窗仔有足水个。结果记者就为边啊，为迄窗仔门遐甲滴起来，搁要浅浅跳来一搭啥？大贴纸，你远远看是足水诶，结果就因贴纸一大滴溢下去啦。所以讲，无怪咱真啊，真啊大诶方面啊，会使讲啊非常吼，互咱感觉袂当安心。好，啊接着再来咧，伫咱个社会治安诶，各位亲戚，咱会记诶，伫咱民国五十年啊是六十年诶时阵，有一个江子翠分尸案。各位请先，会记人请举手。哇，有够老位嘛吼！同学你好。其实啊，伫迄个时阵啊，咱拄着即个分尸案，就是讲伫咱台湾啊，造成足恐怖的一个现象。大家想讲，哦，那有人想讲在凶，分尸了，搁家己用手啊剁咧。但是各位请先，咱来想看卖哦，迄时阵所发生的案件。当时呢，大家拢做认真看呢。好，咱扭到目前，咱的新闻，咱的杂志报道，今仔日他们来讲啊，某一所在都有人用台戏，都有人分尸。哎，咱听起安怎？啊，是伫遐发生啊，对无？总感觉假假，吼，感觉哎已经做习惯了呀。那当然嘞，做强代志，就是。后续啊，有一届，甲咱阿祖组长诶，要去咱泉州去大学学习诶时阵诶，结果啦，咱早讲坐飞机诶时阵，咱当面上看迄落飞机诶时阵啊，伊拢有一沓报纸哦，放伫头前，啊，咱若要看，会当借伊所以甲伊摕，啊，咱阿祖组长就摕一份，啊，后者想讲坐边仔公家看，结果看完时阵，后续啊，发现伊其中有一则报道，也是大陆山西诶哦。有一个国中生，十五岁，啊，因为呢，伊是 IS 集团的恐怖攻击分子之一。这个十五岁的国中生哦，伊开车边呢，开一架炸弹，然后伊就伫山西省的乡下遐找，拄好找人家办喜事，啊，有足济的亲戚朋友来参加这个喜宴。那结果呢，记者统计。拢总参加有345个，所以即个国中生啊，伊就以这为目标，去到遐了，炸弹嘛掉落，规阵的人拢被死去。好，啊，后续咱台湾嘛曾经看过 IS 集团哦，其中一个报告，有一个妇人啊，伊的肚子已经有七个月小妹妹哦，咱这位妈妈伊困得哦。我都有小 baby， 甲伊会做咱照顾家己，做给咱家疼惜。结果哦，这 IS 集团的这个妈妈，伊竟然嘞后壁派炸弹，头前派着家己上宝贝的怀孕七个月的囡仔，甲炸弹点落，啊，收视上会听讲，根据了报道，拢有十五个人。所以讲，咱为遮尔济，不管是食的啦、住的啦、经济啦，一切。你看，予咱看到，书中甲咱讲足清楚的。愈来咧，咱这个世界啊，是愈来愈紧张，啊，愈来愈危险。那咱的英文生在这三期，英文是白羊期，相信讲绝对有着咱的使命。咱知这个世间是一个国际啊，咱当然咧，咱将修班的人就是自古的清流，啊，咱嘛是要平安当地的心地意志。好好尽着咱的本分，好，啊，接下来，后续就进入咱第一段啦吼。
什么叫热心？当然嘞，因为拄啊，才会告诉我一些分享啊。咱才讲心哦，就是一种踏实哦，一种朴实，一种善良。那伫遮嘞，咱师傅给咱所解释啊，所谓心，就是叫做天人合一。只要你愿意，上天就会帮助你，因为嘞，你的真主人就是上天。好，那各位亲戚，或许要请咱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，在咱求道的当中，咱受着天书一记，而且嘞，在咱的佛堂啊，立下四条大愿，第一条叫做诚心，第二嘞叫做是心修的，还是忏悔？好，各位亲戚，咱来第一甲第二的头一字来合起来，安尼叫做诚信。所以讲呢，上天对咱非常的慈悯，啊嘛对咱非常的好吼。伊伫咧第四条台湾时阵就甲讲足清楚，咱伫修行当中个就是以个诚信为主吼，伊咱拢知。咱这人生为上天而来，是顺生的。那当然嘞，只有咱这个体啦，吼，有精无血，然后嘞，咱才有法度有这个肉体。那精气合一了后嘞，咱才有法度通好四肢八海行动。那接下来，黄老师嘛，咱讲哦，伊讲平均六年一日克己复礼，积天下之民含归依。那黄唐书咧，也是咱经典的其中的一本啊吼。咱大家其实拢知哦，其实啊，做下这多的四书五经，不管是佛教、儒教，所有的宗教，这经典拢是咱的身佛菩萨，伊在世时阵修行的一个印记。那然后咧，伊老了来，变作咱以后修行的人，一个。模范一个依循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其实这啊，并不是甲咱讲啊，你著爱做国王，不是安尼哦。加足直接圣贤菩萨伊所留的经册，拢直接为着咱的性，直接着手。伊甲咱讲的就是讲，人群咱每一个人的身躯，拢是珍珠人，那体也是咱这身躯的人群。伊就讲呢。如果咱每一个人呢，一天当中呢，会当时时去祈福的，只要咱亲主人动肝做主，咱要讲的话，啊要做的代志，咱所行为呢，会当是端正，会当是正确的。所以讲，这也是一再爱甲咱提醒啊，咱伫咧利用时中处事待人当中呢，拢爱一定亲主人哦，做一个依附。家就安尼样讲哦，人的心如果若无挂碍烦恼，那当下嘞，就是甲生活契合。所以讲，这罗老师甲伊讲哦，这就是咱世俗所讲的心性即点。那么伊种契合嘞，就咱像咱的父母甲着囡仔共款。你看，父母遮疼囡仔，遮爱囡仔，为细汉去甲伊照顾，伊疼伫心肝内。嘛，唔该，恁去受苦，但是伊完全无咧求回报。好，咱各位亲戚来，再有一段的影片吼。有声音吼。好，好，学习来甲咱做一个报告的，咱都有看到。这个妈妈嘞，伊当阿生一对双胞胎，啊，即马个妈妈生了啊，过来。